到颈椎，好，屁股先垂下来，宽，看看。综合合气道其实已经是第三个礼，这个礼拜是第三个礼拜。好，准备，二，再做一下做。刚好是找一个地方想要去锻炼我的身体，所以刚好在家里附近有看到综合合气道。脚尖打平，好，来再去一趟。好，再准备，对。来到这里三个礼拜，我的感受是基本上让我。感觉我可以每次都是流汗，然后可以让我年纪比较大，可以柔化我的筋。这个时候哈，不能掉下来。另外我学到的一个点就是说，所谓的以柔克刚，真正的去体会什么叫做以柔克刚。好，有了，接近了，接近80了，好，起来，安起来。我们平常遇到的情况来讲，可能都是硬碰硬。即使你知道以柔克刚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转腰，或者是闪身，或者是跌倒。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三个礼拜所学到的，就是以柔克刚最主要精神。即使被人家摔，就不要被摔到受伤。我请你。这就是我的感受，谢谢。